各位善知识，三福经《九楞严经》第六卷现在讲到最后了，就是第三界七世头这个文字还没说完。上次是讲到比如有人水观漏之，欲求其满，总尽纯洁，终无贫富。如果一个人边修禅定又边这个偷心不死，那么这就好像会漏这个底里面有裂缝会漏的这个尘气这个气物啊，那么你想用水要灌满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边灌边漏就是经过围城结也是灌不满的，所以叫做终无贫富啊。接下去说，若诸比丘衣钵之衣分寸不虚，七十一分施我众生，一大机会合掌礼中，有人垂立同一称赞，彼此身心二俱减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见如来不了一说，回为极阶，一无所学，不认识人的真三昧。你不要看这么几个字里面含义很多啊，对出家人讲，如果比丘，当然应当也可以包含比丘尼在里面，总之是出家众啊，衣钵之衣分寸不虚，这是妥妥苦行啊。出家人按照佛制就是三衣一钵，穿的衣服只是五衣七衣大衣啊，除掉这三衣之外有多的就是一分一寸也不保留，通通不是啊。五衣等于我们现在的内衣吧，因为这个不离身的啊。七衣就是外面的衣服啊，等于上衣啊，现在的长短褂之类啊。大衣是大礼佛，就是由九品啊。那么这个除掉三衣之外其他通通都不保留，所以说衣钵之衣，衣是圣衣，钵吃饭的，因为按照佛制出家是托钵，因为钵是要去托钵吃饭，有人供养才有饭吃，那么这个衣跟钵是必定需要的，不能缺少的，而且三衣必定要完具，不能少一件那么衣是圣衣啊，如果三衣一钵之衣就是一寸一寸的布料，一分的布料凡是有延长的都不须滴，都不保留，通通不是，这是头头苦行啊。如果按照佛制，通途一般的出家人三衣一钵之外，如果还有需要的人，每一种需要用的东西呀，每一种可以有一件在戒律里面叫做百亿就是说凡百之物啊，可需要用的可以保留一个多的如果需要的话就要说尽按照戒律做法说尽现在人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一套，那么甚至多余的衣服啊都是大箱小箱装得满满的啊，那么现代人是不讲究，按照佛制他是注意到如果你这些物品用得太多很容易啊贪心增长由此啊对这个世间生死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会被这些东西把你拖住根本超不出三界。
所以有衣钵之外多的统统不失掉，不保留。七十一分是恶，是恶众生脱不七十，有这有多余的分量，七十一分，按照戒律里面经论也一样说，我们脱不七十的时候，这一波饭要分为四份，一份是要给这个没有去脱钵的人，没有去脱钵的人大致不出两种，一种是为常住办事的，他不能去脱钵，有事不能去，那么他必定要脱钵分一份给他吃；还有一种是病的，有病的比丘不能去脱钵，那么也要有一份给他。所以除掉自己一份之外，要分一份给同凡心者，就是共同修行的人，没有去脱钵的，要有一份给他吃，那么要有一份给鬼神众，就是布施给罗刹鬼子母等这些鬼神。不过这个只是分量很少了，普通一般都是或者是七粒米啊，七粒饭啊，那么总之就是少分，因为他不是断吃，他是促吃，接触到饮食啊，他就会饱满，藏佛的力量变化成无量无边，让他能够充足。所以不是鬼神，只是一种很少的分量。那么还有一份就是要给穷人，佛在世的时候啊，很多那些乞丐没有饭吃的，跟在比丘们的后边，因为比丘有人供养啊，剩余的这个饮食就会给他们吃，所以经常在佛弟子比丘们这个后边，往往有一些乞丐之类，他没有饭吃的，跟在后边，如果有多的，就要分一份给他吃。那么按照宝积经里面就是说有这么四种，第一是奉同凡心者，第二是与穷的乞丐乞人，第三是是鬼神，第四一份自己吃。所以这个一钵饭最起码要三份的，就是一钵饭要有三人份，那么钵当然也就很大了，因为里面要装上这个三人的分量的这个饭，如果脱钵七十有剩余之份，就是说你的钵脱回来了，你自己吃一份，剩下的有多呢？那么如果出家人都已经满足，那么有剩余的就给这个乞丐没有饭吃的人，所以是饿众生。那么没有饭吃的会肚子饿啊，那么油就布施给他，让他们呢也得到饱满，佛是出家人要托钵，东鼎时代的三照法师啊，他说这个佛是托钵大致有四种意义。第一种啊，就是福利全生，全生就是众生了，出去托钵让其他的人呢能够有种福田修福的这个机会，否则他们没有机会去修佛，那么你托钵嘛，他拿出来供养，他就种了一份福田，所以出家人叫做福田僧，这是第一。第二，遮福交慢，要人家这个供养才有的吃，人家不布施你就没有吃的，那么这个骄慢心呢就生不起来了。所以第二，能够降服骄慢。第三呢，知身是苦，天天去托钵啊，很辛苦的，不托钵没有饭吃，肚子饿，那么你能耐饿不托，偶然一天两天还可以，如果三五天呢，那毕竟是吃不消，肚子饿了出不了，那么烦恼起了怎么能够修行啊，所以必定要天天去托钵。而当时托钵的人呢，他们出家人呢是赤着脚的，不穿鞋子，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尤其像现在的柏油路，赤着脚在柏油路上走起来，想想看，那是相当难受的。所以有这个身体，为了要托钵要吃饭，是一种很辛苦的，这是第三。第四，三藏法师说，能够除去这个在世间上的物品的贪着的心，不会滞留在这个世间，假如你不是托钵，那么自己煮饭吃，那就会准备很多东西呀，天天都是为吃而忙啊，弄得忙不过来，那么真正要修行的时间就会慢慢越来越减少，因此之故啊，托钵自己不用主持，没有厨房，没有吃的东西，那么托钵才有的吃，这样子你对于三界，所以前面经文说律破三界啊，我们好像来这里旅行一样，旅行啊，那么时间到了就得回去，那么比丘来这里只有这一趟，也希望这一生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能够超出三界，所以呀、不让你有多余剩余的东西摆在身边，所以凡是饮食方面有剩余的，就是要布施给众生，给那个没有饭吃的人，施恶众生啊。这是如此说的，我们平常吃饭方面的问题啊。接下来说，一大机会合掌礼中，这个要人破这个骄慢心啊。如果在大机会里合掌来对大众啊，表示这个谦虚的心。甚至向大众顶礼，这个可以破除我慢，所以古德解释说，托钵衣钵之一分寸不虚，那就是能够破除贪心，那么其实一份施恶众生，那就能够破除奸佞心，不会奸佞，因为剩余的都给众生，能够破除贪心，破除奸佞心，在大会的时候，这个所谓大会呀。一般的解释往往认为是做大法会，在古代往往有办这个所谓无遮大会啊，以饮食来布施给人啊，那么定多少时间啊，最少三天啊，一天或者是多至七天吃大会，那么凡是有人来要吃的就供养他布施给他啊，这种大会那么人很多啊，所以一大集会合掌礼中，但是这里经文所说的大集会啊，简单说就是指人多的地方，看到人多的地方要低心谦虚，看到别人呢、生恭敬心啊，你们都是未来诸佛呀啊，我不敢轻视你等，就是《法华经》的常不轻菩萨的作为，常不轻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做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看到人就礼拜，也不管你是在家出家，看到就拜，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看这些众生都是未来诸佛，我不敢轻慢你等啊，你等将来都要成佛呀，你是未来诸佛呀，是看到就顶礼啊。那么有些对于他不欢喜的就是骂他，他也不管了，反正他是看到人就拜啊，这是常不轻菩萨的这个谦虚啊，尽量爱护众生，尊敬众生为未来诸佛，这种做法是一大机会合掌礼中，这个礼中包含两种了，或者是五体投地拜下去最恭敬，最少合掌问讯，举躬问讯，这最起码我们看到大会的人众，我们都生欢喜心，你们很难得啊，都晓得学佛呀我们赞赏他们，那么合掌问讯最起码能拜的就拜。在我们这个最近几十年，在我学佛到现在，我就碰到
有好几位老前辈老和尚，他都发心学习做这种的常不清菩萨的见人就拜的这种的做法，很不容易。中立圆光寺的妙国老和尚啊，他活到80多岁，那么我记得民国44年还是45年，台北观音山凌云寺传戒，我也去帮忙啊，他来戒坛里，他看到人就拜，以为会是他的心戒，他根本就不去分别是不是他的心戒或者是他的弟子。他来到这个地方，我那个时候我正是在大殿上，看到一位这个上次在我山上受戒的人呢，在哪里帮忙大众啊，这个整理这个戒坛啊，准备这个戒堂。那么这个妙国老上到了大殿去，看到这个工作的人就拜，都是出家人就是了。他看到他本来就是他的心戒，他在狮驼山传戒，他是教授和尚，他堂堂的教授和尚看到他的心戒五体投地就拜下去了。哦，顶礼法师，害得那个心戒呀，从台上跑到下面来，赶快跪下去，这怎么吃得消啊？你是我的教授和尚，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说：“你是佛呀。”这老和尚说：“你是佛呀。”我还是凡夫啊。他说：“你是未来诸佛。”可见他是学的常不清菩萨的这种修行法门，见人就拜。所以我从前呢，我知道他这一套，我看到妙国老和尚啊，我远远就先拜，不让他拜下来，远远赶快拜下去，否则他先拜的那吃不消，要消福，福报要失掉。所以我远远看到赶快拜下去啊，不让他先拜。不过他看到你拜他也拜，我先拜下去了，那我的功德总是先做到了，不会被他先拜嘛。所以真正这样子的谦虚的老和尚实在难得，这是我亲自亲近过的一位大德。所以大会人多的地方固然要合掌礼中，就是平常时他见到照样是还是这样子，很低心很用心的至诚恭敬的去向人顶礼，这就是所谓能够学习常不清菩萨的修法啊。那么舍弃慢心啊，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这四个最麻烦，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治这个慢心啊。有人垂立同意称赞，这是对治这个嗔恨心，修忍辱波罗蜜，学习慈悲心啊。如果有人打你，垂是打，有人打你，有人骂你，立是骂啊。骂力骂跟力啊，本来是这两个字，当面骂叫做骂，背后骂叫做力啊。总之现在只有一个力字啊，就是包含骂。无论是有人他对你呀打你骂你，你听到怎么办？一般人就说你打我啊，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7下啊，我加好几倍，你骂我一声我骂你7声，一般人都是这种想法。行菩萨道，菩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被人打被人骂，要想到这就是在称赞我啊，他说好话呀，为什么？他帮我消业呀。如果他不打骂我，我的业怎么能消呢？所以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呢，他就说了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无善之事不因三棒起眼睛，何表无声持忍力。永嘉大师开悟之后做的正道歌他说凡是有人骂的时候，我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人家的恶言啊，他是帮我消业，是一种功德，我要谢谢他为什么？他就成我的忍辱波罗蜜的
这个功能啊，持着名无善知识，他就是我的善知识，没有他嘛，我没有办法体会我忍辱的程度到哪里。不言三谤，其言听。如果没有人三谤，三言字旁的三高山的山字，下谤上叫做山，啊，普通一般的谤叫做谤，没有事实而以坏话破坏人，那个叫做谤。下辈人谤上辈人，那就叫做三，啊，三谤都是没有事实，他并没有这个事情，可是你随便拢一些这个名相来诽谤别人啊，那就叫做三谤。由此会升起这个冤家亲属的这个分别，诽谤我的骂我的啊，那就是冤家，会发生这种的分别心啊。假如没有人来诽谤，没有人来骂你，何表无声此忍力呀、啊？怎么能够表达我的忍辱力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真正做到忍的程度，就看看人家在骂的时候碰到逆境是不是能够忍受。布袋和尚啊，就是唐朝末啊五代的这个后梁时代啊，有一位布袋和尚啊，这是弥勒菩萨化身啊。布袋和尚他的修人的这个有几句话呀，说得非常的亲切。他说：“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你骂我吗？没关系，很好，谢谢你。”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着。有人要打他，他就躺下来让他打，让他自由自在的，让你去打吧，剃落在面上，随他自甘了。有人弹涂在他的脸上，他不擦，让他自己干掉就算了，不去擦他，说得了吗？中国古代的刘下惠，他是做到了，唾面自甘，刘下惠就做到了。那么这是布袋和尚，他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吐痰吐在他的脸上，他也不去擦，让他自己干掉，那么所以说随他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少烦恼，我也省掉很多气力啊，我不必说站在让他打，他打起来辛苦，我躺下来让他慢慢打吧，那么不会那么辛苦，那么我也省掉很多气力，不必跟他对打，而他打的人嘛，很快就把这个要打的功夫把他打完了，就没有死了。寒山大使，唐朝的寒山石的，寒山石的他两个人对话，石的问他说：“世人欺我、害我、打我、骂我、骗我，如何处置？”石的问寒山说：“世间人啊，他在欺负我，他在害我，他打我，他骂我，甚至欺骗我，那我该怎么样处置啊？”寒山说：“只管任他，随他，远他，莫要理他，用这种方法对付，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吃不消了就要跟人打起来，法不会某能没用了啊。”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佛遗教经》里面对比丘的教训说得非常清楚了，叫比丘们要学忍辱。所以经文里面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佛遗教经》里面说的，他说你们出家人如果不能够生欢喜心来忍受人家的恶毒之骂，人家用种种的坏话骂你，甚至祖孙三代都搬下来，九代都搬下来骂，那你就受不了的话，那不叫做修行的人。不但是要忍受他的骂，还要像如饮甘露，甘露是天上的不死之药，人家骂的时候我也想我好像是在喝甘露，喝甘露水一样很舒服，
别人骂得很舒服，如果你有这种心，那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佛就说那就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可见做比丘啊、哦、很不容易的，必定要啊学习这些啊。为什么说这些话呢？从前托钵虽然是方便了，有人供养，可是也会碰到会骂的啊，会伤害人的，这种情况是也是会碰到的。人家不但不供养，他还骂你一顿，甚至拿东西拿武器来伤害你，都有可能，都会有碰到的机会。中国佛教不比较不普遍的托钵吗？但是去化缘啊，到人家的店去啊，住宅去化缘，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二十几岁在狮头山的时候，我正在修大殿呢、啊，经常到竹南头份一带买那些材料。我有一天在竹南卖水泥的店里呀、啊，在买水泥啊，因为水泥店里的老板跟我很要好，很熟啊。因为我们山上修大殿用的分量很多啊，那么我在那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请我在他那边呢吃喝茶呀，坐啊。我正在坐在里面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人来化缘，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来化缘呢、啊，啊，要求那个水泥的老板说，怎么讲啊？我记不得了，开发新来了，温家温下杯其他，啊，光温下杯其他，会不会化缘？那个卷子就打开来要他签啊。他那个主人呢，他就对这一方面他很不客气，就是把那个卷子一丢开，他说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一毛都不拔，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嗯，我没救他，我的他弄得他很难堪啊，我坐在里面坐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是出家人来化缘碰到这种情况啊。那结果人家不给他嘛，他只好走了，啊！可是他走了之后，他还骂，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老板呢、啊，就是说他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经常来，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我们不肯布施啊，因为他到我家来这个要钱呐、啊，差不多是好像这去的去照卡修讲啊，经常来。这使得他人家讨厌。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出家人他家里很富有可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回到他家里去，他不问他家里的人的供养，他都到外边去托钵。那么有一次他的家人碰到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托钵呢？我们都会供养你呀。他说我经常回来的话，你们看到都会害怕，所以多求人不爱，戒律里面他有说他的句颂啊，有第一句就是说多求人不爱，假如你经常啊来要求太多的话，人家看到就讨厌。所以呀、啊、要碰到这些骂力等等啊都要忍受，不但是要忍受啊，而且要通于称赞，认为他在称赞我，说好话啊，不要往这个打骂方面想，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啊，说说而已啦，真正做到的恐怕就万中无一，而且要做到彼此身心二俱俭舍，不但身要布施，前面说要烧身烧北啊，那是身的布施的学习之见开始啊，一定要行菩萨道要做到身也舍心也舍。那你会想身舍了心舍了用什么去学到啊？这个舍不是丢掉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要有那个舍的心，有舍的心碰到任何困难啊都会有办法去应付。这身心二俱见舍，前面说烧身鼻子啊，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就是对世间不必再来了，就可以除去一些过去往昔的所有的债务。为什么这样子啊？
古人的解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身才有债，好要啊，我欠人的债，这个身体存在你可以问我要，无身我身都没有啊，你问谁要啊，身都不可得，所以这个无我呢，身都不可得，你要问谁要债啊，所以如果身心俱舍的话，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他问谁要债，所以同时要做到身肉孤邪与众生共，认为我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我的肉我的骨头血通通都是布施给众生，跟众生共是共同有的了，不是我的，我们凡夫都是我相很重吗，现在这个不是我的，哎，都是众生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就能够舍得下，不降如来不了一说，回为集结，以物出学，就前面讲过的啊，例如说戒律里面说可以吃肉，那是不了一说，不是就近的说法，把这个回为自己的解释，认为佛是这样说的。那么后来说不准吃肉，那就生起不高兴的心，那你原来是准许吃，为什么不准许啊，这个准许吃的是不得已的，不了义不就近的到了涅槃会上不准吃才是就近，你把不了义说回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来误导初学的人呢，让他学佛走错路，应当在佛法里面要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有法是依啊。了义经就是大乘无上菩提的佛菩萨的修法，那才是就近的。所以不要用那个声闻缘觉的不就近的法呀来误导初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佛印世人在真三昧，印证。佛就印证认为这个人，佛就给他授记说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圆通，三脉就是正圆通，你这样子好好的去修学，按照佛所说的如法去修学，那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圆通啊，圆通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假如没有做到这些的圆通，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七世偷啊，详细讲到这边，最后啊总结说，如我所说名为胡说啊，不如此说即波孙说，波孙就是魔王，按照前面的经文，这是一把尺，你可以去衡量一切凡是有人说的话啊，以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不是能够配合啊，我是佛自身，按照佛所说的话这样子做，这就是佛说的没有错，正知正见合乎佛的这个根本意义，不如此说不是这样说啊，那就是波孙所说，波孙是这个魔王的名字啊，翻成中国话就是沙哲，是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这个魔王啊，假如颠倒前面所说的话啊，以邪为正，以假为真啊，不是依佛的这个原教来说的，那就是魔王所说的话，就是不是佛说，所以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啊，可以确定啊，佛说的话应当是怎么样啊，要分得清楚，假如按照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去弘扬，以这个清净明慧不能相应，那就是魔说，能相应才是佛说，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时时要以圣言量做标准，以佛经做标准，佛经里面说的佛说的那才是标准的话，不能听信一般人说，世上往往有人说我该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啊，有些说的也经里面没有的话，那就不能做标准，所以我在前面在沙界里面说过的啊，有人写文章公开提倡说出家也可以吃肉啊，佛在世他也吃
这是谤佛啊。佛有没有说他好像看到似的，哪有这个事情呢？啊，那么因此就生起谤佛之心啊，胡说八道，那么这样子罪过很大啊。那就是以佛的了义之说呀，不能配合，不能配合就不是佛法，那就是魔王所说。所以我们平常听人讲话啊，某某法师怎么讲，某某法师怎么讲，那你就拿经文对对看啊，佛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如果经文里面是这样讲，那才是佛说，那他说的才合乎圣言量。假如不合这个道理，不是这样说，佛法里面没有这个文字啊，那就不是佛法，应当要对这个道理呀要搞清楚啊。所以这是第三，借欺世偷，欺骗世间人啊，是属于偷盗行为，这个道理，这个文字第三呢就是说完。第四，借大妄语，妄是希望不实，不说实在的话就是妄语，而妄语有大小，平常是见言不见，不见言见，闻言不闻，不闻言闻，知道说不知道，不知道说知道，这个叫做小妄语，因为这个小妄语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在比丘戒里呀，这种小妄语是属于第三篇，波喻提罪，大妄语是第一篇，是根本啊，根本重戒，就是四根本之四，啊，什么叫做大妄语呢？未得，认为已经得到了，还没有证到，说我已经证到了，没有证圣果，自称证圣果，这就叫做大妄语。那个大指圣果的阶位，经文里面有解释啊。我呢，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道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呀，第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是如来种。先说这一段啊，四种清净名慧，这个第四，佛叫一声阿难，他是当机，所以对阿难说：“阿难，如是指上文，前面三种三道淫三种已经说过了。”那么在世间里所有的六道众生依法修学现在主要是对人道众生说虽然能够做到身心没有杀盗淫，身不会去做杀盗淫，心不起杀盗淫之念心要不起杀盗淫之念不容易身不做，用心力去控制自己是还有可能，身可以不做，要心不做那就比较难了。究竟到什么程度叫做心的这个杀盗淫的事呢？就是起心动念属于这一类的都叫做心的杀盗淫。举个例子说淫戒，印度啊狮子尊者就是第二十四祖了，他有两个弟子一位是达摩达，是先跟他学的，博通三藏，教理很通那么平常是他的师父狮子尊者也赞叹他，还有他的弟子另外一位摩纳斯多那么平常是也看不出，不过他很认真表现很好而心有开悟那么后来狮子尊者就把这个法呀传给摩纳斯多
啊，就是为25组。啊，那个达摩达不高兴，哎，师父平常时都在赞叹我，哎，结果传法不传给我，哎，传给师弟，这是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应当是我是老大嘛，应当传给我嘛。可是尊一师的威严呢、啊，不敢说出来，内心经常有这个念头，不敢说出来就是了。那不说出来，他心里动念，师父是开悟，而且是有他心通的人，他知道他这个弟子达摩达经常有这个念头。有一天，达摩达出外，啊，有过这个过河，那河里啊是浅浅的，大概是不到腰间了，啊，普通一般男人都是可以从水呀、啊、一步一步的踩过去，也不过桥，也不坐船，就这样子过水。啊，因为对岸旁边啊，岸边有人在洗衣服，很多女众在洗衣服。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众啊，露出大腿露出来，很白。哎，达摩达看到这个女人的大腿这么白呀、啊，心里就动了念头，哟，这个女人的大腿为什么这么白呀、啊？这个念头一动，他的师父师子尊者就从旁边就冒出来了，水底就冒出来。喂，达摩达，刚才你这个念头够当祖师吗？够了吧？为什么法不传给你？这就很好的解释。达摩达，你刚才那个念头够当祖师吗？大腿那么白，就不能当祖师了。现在的大腿大就很普遍了，甚至还落点呢。现在不必想当祖师了。哎，达摩达只看了这么一点点，他只是心里动过念头，他也没有动淫念吧？只是想，哎呦，这个女人的大腿这么白啊，她也像你白下下。哎。这个念头一动，旁边他的师父就冒出来，师子尊者就冒出来，喂，你这个念头可以当祖师吗？法该传给你吗？那传给你更是糟糕了，传给大腿啊。所以达摩达非常的惭愧啊，以后再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他心里想，哟，菩萨道心里持戒要持到这个样子啊，连这个念头都不能起呀、啊！小心哦，小心！你如果想当祖师，就得特别小心啊。所以可见，哎，这个身心无杀道人的这个心无，心的无，要到这个程度，念头都不能动了。啊，杀生，假如你平常啊吃猪肉。吃牛肉，看到猪看到牛，哦，这个肉好吃啊，这个念头一动，就是心犯杀，身虽然没有去杀，可心已经动了，犯杀。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哎，这个东西如果给我多好啊，道歉，那是心就造了。所以要身跟心都没有杀到赢，这三行都圆满，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念头，杀道人的念头完全没有，这可以自己反观自心呐、啊，有没有这个念头？啊、哦，有了一点点念头，那个心有念，三行就没有缘，啊、嗯，要把这个杀道人三种行为完全都不取念头，嗯，那算是三行已缘呐、啊。这三行已经做到圆满的境界，可是实在太不容易了。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完全做到？就是偷盗戒，偷心不持。偷心不持就是心偷盗还没有断，啊，三行就没有圆。啊，那么纵然三行都圆了，若大妄语呀、啊，第三摩地不得清净哎。纵然三道人完全身心都能
啊，不动念。可是假如你还有大妄语，没有正道说我正道，没有得道说我得道，纵然你想要证到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也就是圆通，就是对于这个你所要求证的三摩地、三脉、圆通，不能够清净啊，不能够成就，不能够清净就不能够完全成就，不成就还不要紧呢，会变成爱见魔，爱见魔，少少有一点这个念头犯大妄语。想想为什么要大妄语呀、啊、这是为了要人家的供养啊，为了要求人家的供养，所以才会说我证果了。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下仙做饥荒，没有饭吃，出去托钵经常都是空钵啊，婆丘河边的比丘有60位，他们在托钵生活，你们接下安居3个月，如果要托钵也是很困难的啊。可是他们就彼此互相赞叹，哦，某某人证了阿罗汉果嘞，某某人又是3果耶，某某人又是几果耶，这样子彼此互相赞叹。那村子里面的人呢、啊、听到，哦，我们这里不得了啊，有那些大比丘们他们修行啊都证阿罗汉果耶，哦，有阿罗汉在这边不供养太可惜了吧，宁可自己不吃拿去供养比丘。因此他们3个月就很满足啊，吃得肥肥胖胖的，3个月圆满了，7月15解下了，16去见佛。各地方来的比丘都是瘦瘦的，饿得半死啊，因为做饥荒没有饭吃，托钵经常是空钵，命能够保存到现在就算不错了，都是很辛苦。只有婆丘河边的那些比丘们来，佛一看，哟，不得了，他们都是肥肥胖胖的，哦，这么好的供养，吃得那么肥。佛就问说，你们接下安居这个身心安乐吗？好吗？这些肥肥胖胖的比丘说，师尊呐，我们很好哎，哦，我们吃的都很满足哎，能加个酒吧呢。哎呀，人家都没饭吃，你为什么又这么好啊？但是我们用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我说甲比丘说一比丘证阿罗汉果，一比丘说丙比丘证3果，这样子他们都证果，他们听到哦，这些比丘都证果了，所以那些在家人呐、啊。把自己的自己要吃的份呢、啊、都拿来供养我们，所以我们吃得很好。哦，当时佛就大声把他喝止，世人啊，你没有证果，为什么说证果呀？这就叫做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如果说大妄语主要就是要求人家的供养，爱着世间，爱着身心的享受啊，叫人舍己来供养您啊，那么这是爱魔。不该说的随便乱说，说多了变成见魔。什么叫做见魔啊？邪见，邪字邪见啊，破戒还有可以忏悔还有解脱的希望，破戒问题就大了。破戒呢、啊、这个戒正知正见一旦破了以后，要了生死的机会就难了，而且就要下地狱，因为这个破戒的问题很严重。到了后边的这个51魔那边呢，再来说，就是戒魔的问题。假如你想要证三脉，虽然没有三道营，身心都不会，可是你还打大妄语来贪着世间。要受人供养，这样子方法来取得供养，成爱魔。那么失去正知正见，成见魔，所以叫做成就爱见之魔。因为不能成佛就成魔呀，啊，所以这个很可怕。由此是如来种，种是种子，能够成就如来的果的，能成佛的种子，
就由这个大妄语而遭到消灭了，失掉这个将来成佛的种子了，所以叫做是如来种。什么叫做大妄语啊？下面就提出来说，所谓就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说明这个大妄语的这些名称。为的为证眼证，这是总义，还没有得到圣果，说你得到了，位就还没有。为证眼证，还没有证果，是自己称我已经证到了，那就是为证眼证。为什么这样做啊？或求世间尊胜第一啊、我要求在这个世间法上，你们应当要知道我是最第一的，没有人比我更高的。为什么要这样说？贪求供养啊、为前人言，就是对前面的人说下面的话啊、就是想要他的供养，想要他的尊敬啊、就对这个前面知道这个人可以欺骗，那就对他这样说：我今已得须陀原国、斯陀含国、乌那含国、乌罗汉道，这是声闻四个阶位的果位，诸国二国、三国、四国。说我呀，已经得到出国了，出国须陀原，须陀原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入流，也叫做欲流、欲肉胜流，就是已经证到出国，那么就是见货八十八十已经断了，只剩下四货。证出国须陀原入流欲肉胜流，从此之后就是也属于胜流之类，不在凡尘之类，所以他见货八十八十已断，证到出国须陀原啊欲肉胜流这个果位。或者说我证到二国斯陀含，斯陀含翻成中国话是一来，因为他已经把欲界的四货破了六品啊、剩下最后三品啊，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这个最后三品能滋润一生一番的生死，所以他还要一来人间，一来人间就可以证阿罗汉果了。所以斯陀含叫做一来，是二国，那么就是见货断了之后，进一步断欲界失货，欲界失货断了前六品，那就叫做斯陀含。三国叫做阿那含，阿那含翻成中国话叫做不来，不来，因为他已经把欲界九品失货断定了啊，所以他不再来欲界，不再来欲界。这个三国圣者呀，如果他在人间修正到三国，那么他就要升到世界天，世界的无定居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升到这个无定居天，这是三国圣人所住的地方，从此再进修证到阿罗汉。阿罗汉道是四国的名称啊，前面三国叫做国，阿罗汉叫做道。为什么前面叫做国而这里叫做道啊？有它的意义。前三位啊，出国二国三国啊，是贤位，圣贤的贤，贤位，贤位成国。阿罗汉是圣位，去入声闻的圣位，最高的境界，所以叫做道。道是指他已经把三界的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品完全断定了。这个出世间的圣道他完全证到了，所以阿罗汉叫做道啊。不但这部经呢，其他经里往往也有这种说法，前三国称国，阿罗汉称道，因为前三国是贤位，阿罗汉是圣位，所以叫做啊阿罗汉道。简别不是前面贤位。这是声闻四国，佛在世的时候，如果比丘证到四国，世间人听到啊，懂得佛法的人非常尊重，哦，这不容易啊，证到四国阿罗汉，这是最高的境界啊，不得了的，所以人家会非常尊敬，那么供养就是源源而来，比支佛圣，这是圆觉圣，
比支佛，印度话原来叫做比支迦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圆觉跟独觉两种。初有佛事叫做圆觉，因为他听佛的十二因缘道知道轮回生死是流转门，无明原型的流转门，要出三界要断烦恼，就从无明下手，无明灭的行灭叫做烦灭门，修烦灭门的十二因缘而由此悟道，正到比支佛国叫做比支迦罗。初有佛事叫做缘觉，因缘的缘由修十二因缘而悟道把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断掉，而且把习气也去掉一部分，这个叫做缘觉。初无佛事，没有佛出世，他自己呀观察世间的无常变化由此而悟道的，那个叫做独觉。这些道理在前面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所说的这个三十二印里面就有了，已经说过了。佛陀说我知道比支佛圣圆觉圣正到圆觉的果位，或者是说十地地前诸位菩萨，这是菩萨的阶位那么这个名称就是三圣了，四国是声闻圣，比支佛是圆觉圣，十地等是菩萨圣，这是行菩萨道求成佛境界最高，是大圣佛法我是说我已经在十地当中证到第几地呢？这个十地就是平常说的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第三发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南顺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缘地，有这十地这十地叫做十圣，就是圣位。地前就是初地之前，初地之前就是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道理在后边呢第八卷有说地前的诸位菩萨，实地的诸位菩萨，说到这些名相，说我是初地菩萨，我是二地菩萨，或者是我是十住菩萨，我是十回向菩萨，把这些菩萨位随便举一个认为他已经证道，实际上没有，是空的，自己说证道了，那为什么说这些话？求比利礼忏，贪其供养，比对方，就是你跟他说的那个对方的人你知道他有供养，知道他会供养你，所以呢说你证到什么国了他要求忏悔，过去造的业力很业障很多，我要向这个圣人正国的人来求忏悔礼忏就是求忏悔过去的罪业向这个正国的人礼拜希望能够消业。真正正国的人是可以的，是能够的能帮助他消业，可是您这是假的希望不实的所以您说的目标用意就是贪其供养，你贪求对方他能够有很多供养来供养您，让您受用很足，这样做不对的，不好的那么不但是不能了生死而且增长这个烦恼，将来又堕落所以说是一颠加消灭佛种，一颠加就是一禅提，跟涅槃经说的一禅提是相同的就说明他这个人这样子做，说大妄语，这样欺骗人所以前面的欺是偷，这是欺是欺骗世人而来求人家的供养，那么求人家的供养是大妄语，说的大妄语话得到供养那是偷盗所以前面的欺是偷跟这个大妄语有连带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话你变成一禅题一禅题就是断善根，
啊，翻成中国话就是断善根，把这个善根断掉了啊，多可惜呀、啊！一个人要种一些善根，谈何容易呀、啊？只为要供养，说了这个没有这道的妄说这道，没有正果妄说正果，结果就变成一个一坛体，啊，因为把自己的善根断掉，把自己善根断掉了，就消灭佛种了。成佛的种子就被自己的这个大妄语啊把它消灭掉了，多可惜啊！世人往往不知道这个道理，随便乱说，结果害到自己。这个主要还是指出家人呐、啊，在家人说他这到什么国，人家不会相信，在家人如果论修行，在声闻位，顶多只能证三果，按照声闻的教典里面说，在家人只能证到第三果阿那含，出家才能证阿罗汉果。原因就是在家居士相许心不断，因为他无论衣食住行样样啊都有继续的，所以顶多只证到三果。这是声闻法里面是这样说，要出家才能证到阿罗汉果。那么现在你把这些善根都断掉了，所以叫做断善根人，把成佛的种子都遭到消灭，多可惜啊！要发心很不容易，结果一个大妄语就把这个佛种啊加以消灭，非常非常可惜。不要以为这个话说的很简单啊，好像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呀、啊。说句老实话，地位越高的大德比丘往往最容易违犯啊。戒律里面说人家尊重你，跟你说你是阿罗汉啊，假如你没有赶快回应说不是，没有不，那你就犯叫做莫忘语，莫不讲话，默认呐、啊，默认啊，你是阿罗汉啊，你没有表现，没有说不是，那就默认，默认就叫做莫忘语，莫的大妄语，默默也违犯大妄语，有人喜欢这样子尊重，你是佛呀，你是菩萨呀，那就马上就欢喜，很欢喜的，没错，我就是吧。这就是已经莫忘啊，没有说出来，已经犯了莫忘矣，很可怕。我曾说过地位越高，说话有很多往往不实在的事情呢，他马马虎虎随便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殊不知在戒法里面呢，它是有严格的规定，不可以这样随便的那么往往地位很高就说那么人家尊重你是什么，你就自己承认我是什么按照声闻戒法里面说，如果你自己说我是佛，就犯偷懒遮罪，就粗罪，要向四个比丘忏悔所以说我是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你现在是凡夫你现在是凡夫，只可以说你将来可以成佛，现在并不是佛。那现在你冒认说你是佛，那这就成为大妄语那么这样子做，把自己的善根断掉了，很可惜。下面拿一个比方说，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多罗木是一种兽的名称印度有这种多罗兽木很奇怪的，如果你把它半腰斩断了，它不会再发叶，从此就死掉了。这个多罗木长得什么样我不了解，我也没看过书本里面有没有详细说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情况就是拿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很多这个槟榔兽吧，拿槟榔兽来比，我看差不多。因为槟榔兽你半腰把它斩断了，它没过发硬呀，不会再发的都要消灭掉，都会死掉。
所以这就好像有人呢、啊、拿刀把多罗木半腰砍掉了，从此就完了。那么自己打大望鱼，就是等于把自己的多罗木砍掉了啊、嗯，从此不会生长了，所以叫做消灭佛种啊、嗯。佛弟子呢，圆润善根，无佛之见，沉山苦海。佛对这种人加以授记说，这个人是人犯大妄语的人啊、嗯，圆就润就是消灭，他的善根就从此断掉，嗯，从此永久断掉善根，要再发心那就恐怕就很难了。无福之见，要再得到这个正知正见来修学佛法，恐怕就很难了。所以对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万一啊无意中啊说了一个大妄语，赶快忏悔啊，最好要注意不要说，说出来问题就很容易啊犯到自己的善根被断掉了还不知道。涅槃经里面虽然说是一禅题了，但是应当佛性还存在啊、那么虽然是断善根下地狱，但是他最后他的佛性还是存在，也还有再发芽的机会，可是不晓得到哪一年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这里说永运善根，善根永久从此断掉，要再求正知正见就难了啊、所以沉山苦海，山苦海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三样都是最苦恼的地方啊、尤其堕落地狱是最苦恼的地方啊、鬼道也是最苦恼的地方啊、畜生道也是最苦恼的地方，沉肉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苦海里面，想要超出世间，要从这个三途里面超出来啊、三途一饱百千劫啊，再出头来是几时了啊、那么三途一个果报就是要经过百千劫那么久，时间很长，等到再出头做人是几时啦，要什么时候啦。所以呀、啊、现在求证三脉，不但不证三脉，而且要堕落，所以不成三脉啊、不能成就这个无上菩提的三脉。想要断烦恼了生死，结果被这个大妄语就遭到破坏了啊、所以我平常因为我初学佛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啊，慈老就要我好好的下在戒法上下功夫，所以在戒律方面我下过功夫去学习研究过，对于这个大妄语我特别注意啊、所以平常我如果听到人家说的话不实在，我都会啊一种不良的反应，就是这个人呢、啊、说话真是不可靠，没有标准啊。例如有个民国三十八年他是从大陆来的，刚刚来到台湾啊，那么到了这个中立圆光寺啊，那么到了圆光寺嘛，方丈和尚就是妙国老和尚，这个人一到了这个圆光寺啊，那么见到这个方丈和尚啊，可是彼此他们是外省人，讲话不通啊，就是要我去当翻译啊，我帮他做翻译啊，话是经过我翻，两边都是这个妙老的话有翻过去给这个对方的人听，对方大陆来的人的话我也传过这妙国老上听，那么我为桥梁啊，解通他们两边的话。这个人过了几十年了，他写文章，他说他来到台湾了，一见到妙国老上啊，妙老的话他就听懂了。哎，他没有想到我还在这人间呢，我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这怎么能够骗得过啊？啊，他明明当时我在翻译，哎，我很清楚的，我帮他翻译，可是他现在说他一来就听懂了，这个妄语，啊，我说这个妄语跟大妄语相差有限，差不多吧，啊，就像这种啊随便说话。没有标准啊，而且地位越高这种话更是随便说出来，那是实在不该有啊，让人不敢相信
认为既然这个话上帖都随便乱说，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人说的话就没有标准了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大妄语很可怕的事情，不能随便。我也曾帮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师当过翻译，我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些问题，有些根本没有事实，随便的自己造些东西出来。我当时想起来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话呀，我有些地方可以婉转改过方法，只要让他不会发生比较严重问题的，帮他改变。我当时从前在翻译的时候啊，我经验很丰富，大陆来的那些老法师，我帮过很多法师翻译啊。那么这个翻译的时候啊，他讲的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漏掉的，漏掉没有讲到，但是这个不讲不行的，前后没有办法连贯的，我懂得，我都会帮他连上。我记得民国40年还是也许是39年，大行法师到狮头山，可能是38年39年了，应当是39年啊，这个年我已经不很清楚。大行法师到狮头山去，他请他讲开示的时候，我在翻译，那么当时啊，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是他在讲三规啊，漏掉申宝，我把他补上。哦，他听得懂，下来啊，他向我感谢，他说我讲忘掉了，佛法没有生，这怎么行啊？你帮我补上，太好了，这是我的经验啊。经文的我灭度后留下次讲，下次还讲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把这个经文讲完就是过年啊，就是还有一次，下次个星期天把后文讲完啊，下午。